天樂為製作的科幻電影《明日戰記》默默宣傳，更破天荒進行直播大火宣傳。近日又有報導指《明日戰記》被偷票房，部分網友更是為古天樂感到不憤。近日有內地媒體報導，只有大批內地網友湧入劉德華的帳號，要求幫手宣傳古天樂《明日戰記》。網友紛紛在華仔的影片下留言：《明日戰記》需要華仔宣傳，華仔一定能夠做到。華仔作力下古仔，都是超級偶像級別人物等等。上述留言被轉發到微博，有其他網友批評這是道德綁架華仔。